谢谢，嗯，谢谢谢谢啊。哈哈哈哈，哎，行了，哎呀，哎呦呵，好家伙，有点太爱我了啊，啊，嗓子都哑了啊，嗯，啊，听见了，谢谢谢谢，哎呦，哎，谢谢您，谢谢谢谢，还有爱于老师的啊，孩子，嗯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嗯，就可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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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间有限啊，有限。啊，你管着吧，他问你烫头了没？这好奇心太强，那是啊。嗯，于老师这爱好全世界都知道了。是，我们出国演出去，无论到哪儿，底下观众都跟着喊抽烟喝酒烫头，可不是吗？也不知谁给人家传的这个事儿，叫这号，能不知道吗？这，谢谢吧啊。嗯，今儿个封箱，对，后台老的少的都来了，图一个热闹。哎，人全了啊。嗯，刚才这个是三个小字儿的孩子。对呀，啊，来的时候也都这么大，小孩儿。那会儿德云社在北五环上有一基地。哎，啊，这来时就这么高了，这么高了都有。嗯，啊，除了学相声，我还找了京剧的老师。你看，天天教他们拉云兽、跑圆场、翻跟头，下了功夫。你看这登登台上分这都那会儿学的。哦，啊，这一晃一个个都这么高了啊。是。你说他怎么长那么高的？你也有一矮的。行，嗯，看见孩子们成长起来，我很开心。是，咱们就这岁数了，那可不嘛。我认识谦哥那会儿，我们都十几岁，也是这岁数。哎，还真是一眨眼啊！啊，这个年过半百了。哎，可过啊！嗯，坐在后台就说：“哎呦，咱们也成了一帮老头了。”就到了老头的岁数，哎，但是说相声还是很开心，啊，都我们爱这个，因为我们也干不了别的，是吧？咱实话实说啊，嗯，一个人一碗饭，哦，端好你自己的就行，嗯，拿我来说，我自己老说我就是个废物，您怎么是废物？干别的干不了，卖菜去，嗯，起不了那么早，哦，啊，那得早起，一开酒吧我又睡不了那么晚，啊，和都不行，画画去吧，我色盲。那画不了。当大夫吧，我又晕血，全毛病。送快递去，我又不认道。哎呀，在家上厕所还迷路呢。嚯，哦，那别去了。啊，就是啊，嗯，当黑粉吧，我脸皮又薄。哎，这干不了。哎呀，你说给当科学家，我又不识数。嗯，给人当太太，我又是个男的。废话，干得了干不了？好好说相声吧。对，观众听完相声哈哈一乐，这我觉得最大的满足。哎，我们就干这个的吗？有利于身体健康，这个乐呀，真的就这个开心，是比锻炼身体比什么都强，是吗？哎呀，哦，真的，你看我那天无意中查了几个资料，看完之后我想了半天，我觉得说相声比什么都有益于身体。您查什么资料了？你看那个研究跑步机那哥们儿啊，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跑步机，大伙知道哈？啊，就锻炼现在都用，有一种机，它就是那个能不是，有一种机器。啊，那种机器，跑步机，对，都说那玩意儿锻炼身体。是啊，这个发明家，嗯，他活了54就死了。哟，你说这哪说理去这玩意儿，啊，是不是？啊啊啊！有一个研究体操的大哥，体操，体操是他发明的。哎呦，他活了57，又多几岁？你看，嗯，世界健美冠军啊，世界有一个健美冠军啊，是，我那天记得他活了都不到50就完了。40多啊！你看马拉多纳，嗯，踢球多厉害，多好，球王，才活60，嗯，你看这玩意儿，你研究巧克力的那发明家是，他活88。巧克力啊，发明肯德基那主，嗯，活90多，你看，发明烟卷那活102，你瞧，抽烟还是有好处的，那可不是吗？那天。研究烫头那14就死了。哎呀哈！而且互相冲一冲吧，我啊。所以说，开心是最主要的。是啊，没错。身体健康，心情愉快，有个好家庭，嗯，有一个好工作，哎，我觉得您就都占了，这一切就很顺了。你好工作，出来说相声开心啊。好家庭，回家看见嫂子，哈哈一乐。你很痛快吗？啊，我看见嫂子，我也哈哈一乐。你别乐了，你看，我就老瞧瞧。你看你们这一乐就不怀好意。你说的有好意，不赖我，赖他们，是吗？你们这样，嗯，不对，你这样对，不是啊？有时候台上
我承认不可避免的会提到嫂夫人啊，相声嘛，他都是假的。对，哎呀，好些人就觉得还这郭德纲啊、谦儿嫂啊，这哎哎，你们这么说，你们对得起于老师在天之灵吗？啊啊，这给我说死了您。于老师两口子感情那多好，那您知道啊，对不对？真的啊。我最佩服就是人他两口子感情，是吗？我们后台这些人有结婚的，有没结婚的，我老跟他们说，就向于老师学习，哦，多学学我。哎，人家两口子情比金坚，哎，我们有基础。他比嫂子岁数大，您各位上过网的知道哈？啊，谦儿嫂比他小，是他结婚那年他都30了。对，我30结的婚。有个成语就说您这个，那怎么说？30而绿啊。还到30了，没听说过，就那样吧，得了，就哪样啊？以前事不提了，这不啊，三十而立啊，立起来绿啊，没有那色儿，三十而立，这对了。那嫂子好好过日子，是太棒，应该。你别以为我台上我说嫂子这说，我台下我都不敢惹她。谁？我媳妇儿？好家伙，比老爷们还横，至于吗？比爷们还爷们就是他娘们儿。您绕得慌不绕得慌这嘴，你别看不好说，真的啊啊！我其实我很怵头见嫂子，怎么呢？每次见面我都规规矩矩的，哦，哎，玩笑话门也没有，不敢说。我亲眼看过他打遍街骂遍巷，泼妇啊！是我们当天住平房那会儿，你没有人敢惹他媳妇儿，就那么厉害。那会儿我刚到北京，我租房，我住着胡同里边租一间房，我在那边，他们两口子住这边，嗯。平房，北京南城那儿。哦，谁家要是惹了嫂子，好家伙，不行，好家伙，跳着脚着骂街，就那么晃啊！下午4:30能骂到夜里12点。啊，这词儿还真疯。好家伙，进了街了啊！街上没有人，家家关门，全跑了，就听他媳妇儿站着，啊啊啊啊啊、骂谁呢？跟这儿人都关门，谁搭茬骂谁？没有人敢搭茬。到最后12点了，我说我劝劝吧，你我就赶紧出来。我说嫂子，行了，别骂了，2点了啊，您消消气儿，是啊，赶紧12点睡觉去吧。行了行了，行啊，赶紧睡觉就得了。哦，哎，这才算给我个面子。哦，我告诉你们，便宜你们了。还没完，要不是郭德纲喊我睡觉，我没完。谁喊你睡觉？谁喊你睡觉？我喊他回屋跟你睡觉，你说清楚了行不行啊？就说这意思啊。啊，这位骂连了宗了，这个。啊，我们都触头，不敢招惹嫂夫人。您还不敢招惹呢？啊，但是就是这个家庭状况下，你看谦儿哥了吗？就跟修炼是一样的。我怎么修炼呢？心如止水。你们有时候上网搜搜哈，郭德纲啊，跟这闹别扭了，跟那打起来。是。这些年你看过有于谦的负面新闻吗？没有。你看哪个自媒体敢写于谦？不写。你好，你写完之后，他媳妇儿真上家卷你去。哦，他们都怕这个。好，他能把报社给你砸了，嚯，电线给你拽了，哎呦，是吧？没人敢惹，就那么横，了不起。这有什么可了不起的呀？不是所有人都能娶这样的媳妇儿，真的。那倒是啊，嗯，您这就是为民除害。哎，我做那么大贡献呢，啊，您这一辈子，我觉得这辈子值了。怎么说呢？真的，你看我了吗？操心受罪的命，那是您这。一天到晚的这个了那个了，哎呀，事儿太多。你看看人家，嗯，这儿喝酒去了，那玩去了，是骑着那个马，呱嘚呱嘚呱嘚的跑了啊，一天到晚的，很幸福，反正过得挺好。真的，别看您现在，我不知最后您寿终是什么时候啊？啊，这个很正常。就这么水晶，谁知道？咱往多少说，可能谦哥活到55，然后啊，就今儿啊。这眼瞧这小年大年就过了，过了正月初正月初正。哎，对，也过不了几个月。甭管您去活多少年，就是现在看您这前半辈子，啊，我觉得真的，您一会儿出门让人打死都值。哎，这不值，不值。就这一辈子没有愁事儿，啊，没有烦心事儿，没有烦心事儿。哦，哎，人跟人就不能比。反正我这倒是省心，真的啊。嗯，老于家有您是于家的骄傲。哎呀，您这也过了。真的啊，他那会儿他母亲怀着他的时候，我老听老人念叨，是哦，老于家这可了不得，这孩子哦，就说我好像老太太怀他啊啊，怀了18个月。您瞧，您这又是十月怀胎，怀我18个月，那都是凡夫俗子。哦，老话说得好，
不凡之子必以其生。哦，大德之人必得其寿。有这么说的啊？凡之子必以其生，就是了不起的这个孩子，以后成大事的孩子，他出生的，跟其他人都不一样。哦，有区别。最要紧的就是快生之前，他父母做了个梦。哦，老头做一个梦，老太太做一梦，俩人醒了，一说这梦一样。哟，列位，咱不讲封建迷信。是是，人对宇宙的了解最多是5%。啊，这不多，很多事情咱是未知的。嗯，咱就说这个事情啊啊，说这到底俩人梦为什么一样，我不知道原理，不知道，我们只能说，哟嚯，这俩人梦竟然一样，很稀奇。中国古代说了，梦梦相同啊，这叫梦梦相同。哦，就是做梦啊，就是啊，咱没赶上听那会儿老头老太太念的。是是啊，他爸爸做一梦，哦，就是、梦里天上祥云缭绕，是是五彩的云彩呀、啊，嚯、哦，金光灿烂，嗯啊，然后就。跑出一个那个叫大麒麟呢、啊、哦，跑一大麒麟来，嗯，背上驮着一个小孩，是小孩漂亮啊，头顶莲花，嗯，口含玉笛，怀抱着宝瓶，嘿啊，哇、哦啊、把这孩子送过来了。哦啊，哎，老头这就醒了。哦，老太太也醒了。是，说你怎么醒了？我做一梦。哦，老太太说我做梦，俩人都梦、啊、梦，一说这梦一样，都这个大麒麟抱一小孩。哦啊，头顶莲花，怀抱着宝瓶，口含玉笛，你看看。说完，你这玩意儿半夜老两口子一说，这不吓傻了吗？啊，他怎么能梦一样呢？这得探讨探讨、啊，是不是？嗯，老头说这太厉害了。是啊，这大胖小子长得又好看又俊。嗯啊，头顶莲花，怀抱宝瓶，口含玉笛。啊，对，就这细致啊。嗯，老太太就愣了啊。嗯，那叫头顶莲花，怀抱宝瓶，口含玉笛啊。那您以为呢？我以为是抽着烟喝着酒烫着头呢。哎嗨。哎呀，这当初理解错误，你看这是呢，啊，哦，那个跑着那个大麒麟，那这你忘了？咱上娘娘宫、啊、娘娘庙烧过香去。是啊，中国传统文化有这个，是这叫麒麟送子。哎，这真有这讲，也就是说你是麒麟的儿子啊。我得加倍的疼他。你等会儿吧，以后德云社是你的。我们没听说过，我让郭麒麟倒给你。你先等会儿吧，你先。我也没想到哪个麒麟呢？啊，就一个麒麟呗。没有传说的那个麒麟啊，他们船上这么说的是吧？后来陆地上也这么说。没有，你承认不承认吧？麒麟送子这事儿有。麒麟送子，对啊，人都说这是老天爷，嗯，给了这么个宝贝孩子，就是这么说。可是再宝贝你也得生啊！啊，对呀。想当年秦始皇13个月，哦，也是不一样，才出生啊，13。您这18个月，比他还长。你父亲真着急了，是吗？那写着了，写什么了？保质期就18个月。哎，拿我当饮料了是怎么着？啊，不，食品都是18个月。哎，不，您别提食品了，找人吧，嗯，找大夫。什么叫偏方、嗯、是啊，中医西医都找遍了，急，解决不了，还是生不了，家人都愁死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多闹心！哎，你看这玩意儿怎么了？人不该死，总有救啊，有办法了。家里来个亲戚，哦，他们家有一个亲戚啊，是一个华侨，啊，老华侨，老华侨。哦，嗯，论着呢，这个人比你父亲还大一辈儿，哦，是个长辈。你父亲管他叫叔。那是啊，还小叔老叔，哦，一直是这么一辈儿，但是不总来往。哦，那叫国外人，在国外，在埃及，在埃及，我那么远、啊、哎，这叔在埃及。哦，嗯，他有个外号叫小发老。哎，嗯，小发老，哎，不是为什么，是可能当地华人给起的。哦，就在当地很有名。那是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交流，在那儿嗯，从事中国传统的，他在埃及叫小发老。哎，他那个工作叫蹦巨仙。什么叫蹦巨仙呢？蹦就是跳，啊，巨就是大，是仙就是神。我跳大神的呀！我爸这小叔跳大神的，反正就咱不懂外国传统文化呗，是吧？那也不叫蹦巨仙呢，你这玩意儿。赶上他回来了，哦，回来跳来了啊！回来跳像话吗？啊，回来探亲。是一说这个事儿，说我得去来看看，我得去看看这事儿吧。哦啊，你们家也高兴。好啊，来吧。啊，终于有一明白人了。是是啊，嗯，把门打开了。哦，请这叔来啊，小发老。哦，上家看看来。是人家回国来带着这个助理呢。
就这么大范儿，俩助理，嘿，拿担架给他搭进来。哎，这怎么着？打埃及来一木乃伊是怎么着？请进身份嘛，啊，身份，这儿一放，这叔这担架上躺着，呵，你瞧真踏实，大气呀、啊。哦，这人就是这样。是，你要一进门，哎呀，你们怎么着？这完了，那真是跳大神了啊！那完了，一看你这人有问题。对，就这个，心如止水。他也这样，直接躺在这儿，哎、哦，全身都缠着白布啊，还是木乃伊啊？这个还是木乃伊啊？服装习惯嘛，啊、哦，这就赶紧过来给撕这白布。哦，哎，大伙儿一块上手，所有白布都拆了。哎，这就对啊。嗯，还在这躺着，点点头，还不起来。啊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爸爸赶紧拽着你母亲鞠躬啊。这哦，叔您好，行礼嘛、啊。见您很高兴。是。你母亲也是啊，哟呵，这就咱这叔啊，可不是吗？这个白布撕开了，里边就光屁股啊，光着呢。嗯，哦，这没穿衣服啊？你拿一裤衩吧，拿一裤衩吧。啊，哦，现穿，哎、穿一裤衩哦，这才扶起来。是，把这事儿一说，说现如今18个月没生。啊，对，说说这事儿怎么办啊？您出主意。说这不要紧的啊。啊，这个我不管你们信不信。哦，啊，我要用埃及的一些个古老的咒语。来解决这个问题，这还复杂了。嗯嗯，来，你们俩人坐好啊，你们夫妻坐好。哦啊、嗯，你妈挺着大肚子，那是18个月了吗？哎，坐这儿、嗯、啊，你爸爸在旁边啊。嗯，你先等一会儿。怎么了？这发老爷来，我爸爸要现行是怎么着？不是，这照顾着到底他干嘛呀？啊、照顾你抻脖子干嘛呀？看看这，我就甭看了，你就说事儿、哎、完了。法老这儿就开始掐诀念咒哦，法老还乐了，可喜庆了、嗯、不知道过日子怎么样。人生黑了天哪、啊、哎硬的冷腾一腾腾，什么玩意儿？这是还是跳大神的吗？这个你怎么会说是跳大神的呢？废话，这不东北二人转里边有这个。你等我这给你翻译过来。哦，说埃及话你懂吗？啊、哦，日落西山哎，黑了天呐、啊、哎哎哎呦，的楞腾一楞腾，腾的楞腾一楞腾。嗯，日落西山黑了天，家家户户把门关。喜鹊老过森林奔，家桥铺个奔放烟。五爪的金龙归北海，千年王八回沙滩。大路断了星车亮，分取乐道难相我请神仙啊！哎哎哎！哎，这音乐是无国界的，那错不了。嗯，头一段咒语念完之后，嗯，发老一回头，哎，是，你爸爸哪儿去了？哪儿去了？人哪儿去了？是啊。人哪儿去了？哦，那俩助理哦，走了，走了？什么时候走的？对，就您念的那句“千年王八回沙滩”呐。哎，他就走了。哎，对，他想家了是怎么着？把、嗯、他叫回来，叫回来，赶紧呢、啊，说事儿。爸爸上院里去了。哦，赶紧回来。啊，还这范儿呢，咱们收收这事行不行？来吧，啊，拿过纸，拿过笔来，开一个偏方。哦、哎，应该写方子了。啊、需要人到埃及去。哦，上那边买铁甲将军一对。什么叫铁甲将军？嗯，就是屎壳郎。您这就胡来了。怎么？铁甲将军就是屎壳郎。对，屎壳郎那开挖野地里拿水一灌，能出来一溜，干嘛上埃及买去？这个人不懂科学。这有什么科学？你看过去凡是药铺啊，门口啊，都有牌子啊，地道药材有这四个字，对不对？是。那你比如说这个。橘红是啊，咱们得上化州买橘红，那儿的好。咱们这儿呢叫橘子皮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嗯，人参啊，吉林野山人参，那儿好啊。别处的叫萝卜、哎，对，那不行。这东西就是它分产地，嗯嗯啊，红花啊，藏红花是的，那多少钱？那有劲儿。咱们这儿的呢，啊、3毛钱恨不得买一口的，也不管用。所以说嘛，嗯，铁甲将军必须要买埃及的。这也算地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埃及的神话传说中、嗯、他们信仰太阳神。哦，在他们心目当中，他们认为这个铁甲将军是这个屎壳郎，哦，是太阳神的化身。哎呦，啊、那哦这么他那四对足代表了四季。哎呦，足上还有那个小刺儿，是是代表一年12个月。
你瞧人这么讲，人从这个角度出发，哦，对吧？嗯，哎，太阳代表着生命的起源，哦，这个买回来这是药引子，这也是人家的图腾。那个年头不容易买呀，那可不嘛，找那个干外贸生意的，哎呀，想方设法，几经周折，是了，埃及，嗯，买回一对儿铁甲将军，哦，还得是一对儿，当时就合10万块钱。花多少钱给我？你出生那年头，你琢磨10万块钱还了得吗？太值钱了！买回来锦盒装着啊啊！打开之后，好，这埃及啊，嗯，他那个屎壳郎比咱这个大，大屎壳郎，他那屎壳郎得一哈，这么大个儿，一对儿，哎呦，一个公的，一个母的，你叫怎么叫一对儿呢？吃这个东西啊，嗯，不能碰掉一个爪儿，那连嚼都不能嚼，活着咽下去。愣吞，说但凡碰掉一个爪儿，这个药效就不灵了。还太讲究了，太难为你妈了，是吧？这俩活屎壳郎拿出来、啊，哎呀，老太太张嘴等着啊，还等着，俩屎壳郎，嗯，放在你妈舌头上。哦，老太太嘴大，啊啊，这俩屎壳郎一看，我看你，哎呦，唰跑了，跑进去了，往里头跑，谁也没碰着谁。我妈这嗓子眼真够大的，这俩屎壳郎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进去了。哎呦，你还别说，怎么样？埃及偏方太灵了。怎么？这下去之后10分钟你就出生了，太灵了，没法不灵啊。怎么呢？屎壳郎下去了啊，推着你就出来了啊，我屎蛋。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《树梅叶》，表演者高小贝、侯小楼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您啊，哎，谢谢妈妈啊，好嘞，谢谢。嗯，谁走了？走的安详吗？哦哦，上厕所去了是吧？啊，解手啊，这就不用汇报了。啊，上厕所还通知我一下，我走了啊。啊，行，该去去您的啊。祝您成功。对，这话说，这有不成功的吗？啊，祝你通畅啊。哎、这个行，还有去的是吧？来，咱们不去的，咱们掌声欢送一下。哎。谢谢您啊，嗯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刚才是刘晓婷还有张九泰给您说了一段传统相声，叫《拴娃娃》。好啊，说的怎么样？真是不错啊。嗯，小哥俩啊，这个不是，准确的说是叔侄俩啊，小爷儿俩。哎，桌子外头这个刘晓婷，桌子里头那个张九泰，对，二位合作说了一段。刘晓婷呢，最近这个身体也不是特别好。哦。他，你看有朋友可能关心他是吧？哎，不能人人肾虚啊，是吧？真是有一个就够了。对，得而肾虚之。哎，说话呢？啊，这个刘晓婷今天早起呀、啊，受伤了。怎么受伤了？这颈椎受伤了。这颈椎怎么受的伤啊？早起喝牛奶的时候受伤的。不是，这不对吧？嗯，喝牛奶怎么能伤着颈椎呢？喝一半牛坐下了。我头回见着这么喝牛奶的。刚才桌子里头那个张九泰呢？就是那奶牛。漂亮。什么？不忍直视啊，真是不忍直视啊。好，你这是怕看不见还聚焦呢。说的什么？太刺激了啊。确实是俩人合作说了一段，不容易，让他们下去休息休息，歇会儿。这个德云三小呢是6个演员，对，每对演员呢说2场。哎，说两回，前的我们说一段呢，后的再说一段。嗯，这回我们又出来了，证明什么问题呢？什么问题啊？证明我们有2身大褂。哎呀，您知道吗？啊，我们就炫耀炫耀这大褂，颜色不一样，是颜色不一样。上台呢，给您说相声。嗯，好多朋友喜欢听相声，那是拿我们来说，都是年轻的小演员。哎，别看岁数小，私底下也得研究。哎，那当然了。您拿我来说，我喜欢研究什么呀？您钻研？我喜欢研究这个植物学。哦，您还爱研究植物？对，研究植物学。嗯、
植物知道是什么吗？植物就是，你想好了，植物就是什么这个？植物知道是什么吗？植物就是不弯的东西。对不起，我没 get 到他这点啊。不是植物，这个植物就是桑柳榆槐啊，就是那花草树木嘛。花草树木啊，这谁都知道。桑柳榆槐，嗯，这叫植物。植物，我喜欢研究植物学。是啊，而且研究什么呀？研究树。哦，树。朋友们，见过树吗？没见过吗？哦，哇塞，连树都没见过。真是，这个郑州的绿化需要好好搞一搞了。跟我。怎么说话？跟我一边高的东西啊，就您看见它就跟看见树一样。对，大树，我有点矮。这回呢？啊，这树大伙儿都知道。研究树，有的树太恐怖了。这树有什么恐怖的呀？朋友们都没见过。没见过。什么树啊？什么树？食人树。食人树，恐怖不恐怖？还真是有点吓人。这食人树当这是什么意思呀？食人树顾名思义，吃人呢。哦，这树能吃人？对呀。那您能给我们仔细说一说吗？举个例子来说啊，啊，好比说您演完出回家，是，回家路上走着走着迷路了。哦，我迷路了。哎，走着走着迷路了，怎么办？走到原始森林了。真是，迷路。我这路迷的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对呀，迷路了，进原始森林了。我从这儿能迷到原始森林啊？有点累了啊，旁边歇一会儿吧。刚歇下，坏了，怎么了？给一棵树弄醒了。哦，这树还醒？哎，食人树。嗯，歘一下就醒。哦，这是那食人树。哎，食人树。看这瘦身板就没什么营养。这时候过来拍照来了，是拍照呢是吧？啊，这树还会摆 pose。哎。食人树看见了，哟呵，怎么着？这不是德云社说相声的侯小楼吗？这树还认识我？哟，这孙子干嘛来了？他还知道我的辈分。去你的吧！干嘛来了？啊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是，这是让我吃了他呀！我不迷路了吗？食了他。哦，这叫吃了我，吃了他，唰，怎么着？给你抱住了。哦，这就把我抱住了。哎，给你抱住之后，你在里头挣扎，肯定得挣扎。别吃我，别吃我，别吃我！哎呀，他那管你那个，就是唰一下抱住了。经过半个小时，啊，唰一下再打开，再一看，你没了。哦，我这就没了。你没了，嗯，地下剩一堆羊蝎子。剩堆，你看。我没了，剩堆羊蝎子，像话吗？我说错，剩一堆鸭架子。对，这也不像话。剩一堆骨头，剩一堆骨头，哦、这树就把我吃了，把你吃了呀，没了呀。好，食人树多恐怖啊！还真够吓人的。恐怖不恐怖？恐怖恐怖。还有什么树啊？您再说说。还研究非礼树。非礼树。哎，什么叫非礼树？您说。顾名思义，非礼呀、啊，非礼呀、啊，知道吗？哦，就这种非礼。哎，再举个例子吧。您再说说。好比说演完出之后回家啊。走着走着迷路了，哦，又迷路了，哎，走进原始森林了，这甭问呀，又是我呀，哎，往前走吧，嗯，走着走着，路过一堆羊蝎子，路过，我这还平行时空了，还，哎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嗯，这什么玩意儿？看着不似曾相识吗？往前走吧，嗯，走走，有点累了，靠着一棵树，准备睡一会儿，啊，就靠着树歇着，刚坐下，坏了，怎么着？给这树吵醒了啊！这树也睡着了个，食人树惊醒了呀！啊，这非礼树跟食人树就不一样了。这是谁呀？和二椅子一样，这个。哎呦！哎呦！这不是德云社说相声的侯小楼吗？啊，这树也认识我。他来干嘛来了？是呢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干嘛？这是让我飞了他呀。我怎么那么贱呢？我得享受享受啊！是啊，那我不客气了。你要不还客气客气吧？我飞了他啊！一看旁边还有树呢。哦，旁边也有树。那树还客气呢？怎么着？要要，要不你飞了他？哦，让别的树飞我。哎，再看这树，嗯，怎么着？
我不喜欢肥的啊。那你等高小贝。等不着等不着啊。那行吧，那我不客气了啊。啊，不客气。飞了他啊，这叫飞了我。唰一下给你抱住了啊。你在里头挣扎呀。我肯定挣扎。你挣扎挣扎。别飞我啊，别飞我，别飞。救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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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挣扎啊，我就挣扎。经过了七天七夜。哎，这树身体够好的呀。准确说是你身体够好，我也够巧的。反正经过了七天七夜，真是这树它就不肾虚。唰一下，唰一下打开了啊！再一看，您没事儿哦，我没事儿，没事儿啊。哦，就是衣服稍微有一点不整，哦，有点衣衫不整。哎，把衣服穿好了，穿上吧，没事儿。嗯，回家吧，回家走。赶紧回家，往家跑，害怕呀，往家跑，赶紧往家跑。我一跑到这德行，跑到家，过了一个月，嗯，坏了，怎么了？恶心干呕，想吃酸的，啊，哎呦，到医院一检查，一拍片子，肚子里有一棵小树苗，哎，火，小树苗还这样，啊，这玩意儿说的多吓人呢，多恐怖啊！是够恐怖的。研究这植物学，我千万别去原始森林啊。喜欢研究这树哦，研究树。当然了，有的树它还没有叶儿，树没有叶儿。对，你看这树，基本上马路都能看见吧？哦，那我知道，这树都有叶儿，树叶儿，对吧？为什么是叫树叶儿？树叶儿，树叶儿怎么来的呀？啊，那树有树上有叶儿，但是我研究其中有一棵树就没有叶儿。那我知道，这到冬天了，嗯，冬天呀、啊，那树都没有叶子。不是冬天，不是冬天。跟那没关系，不是吗？一年四季都不长叶儿。哦，这树就一直没有叶儿，一年四季没有叶儿。还有这样的树？发生在国外，外国，新加坡。新加坡，朋友们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新加坡。您是不是想说新加坡呀？你嘴里有口音。谁有口音呢？新加坡，叫新加坡。哎，3丈60高大树，光有树干没有树叶儿啊！难坏当地的植物学家不明白呀、啊，不懂，研究了七天七夜呀，朋友们，跟非礼树一样啊，不知道。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嗯，后来也不从哪儿知道了我的消息。哦，你在国内有一个1.91米的傻大个儿，哎，这不像话、啊。确实是，您这这么说自个儿也不好。在国内有一个1.91米的高小贝，那就你知道这树没叶怎么回事儿，让我去给讲解讲解。哦，那让您讲就白讲吗？哪能白讲啊？多多少少给点报酬。给多少？给不了多少钱。您说说。才给40万。哦，给不了多少钱。知道一树没印给您40万。给40万。那这钱您得挣去呀。干嘛得挣？我都挣回来了。哦，这钱你都挣回来了。钱我都挣回来了。啊，我说现在他天天吃早点呀。哎，这叫什么话啊？他有钱了呀。这天天喝胡辣汤，我气死你。这我生这气干什么？想着吗你？那我不管呢。我听说啊，听说明年在咱们国内还要长一棵树。是吗？在这个河南河北乌鲁木齐的交界处，要长这么一棵树、啊、这交得上界吗？具体还有待考察、哦、反正就在这个居中的地方要长一棵树。哦，有一棵。哎，到时候悬赏好像是100万。100，到时候我还得挣这钱去。不是，怎么就还得您去挣？没人会呀。哦，这样你这东西没人会，这能耐谁会呀、哦、就您知道。就我自己知道，就我知道。那我到时候还得挣这钱去。我们群里都发通知了。哦，是吗？群里40个人，有一个人负责发通知的。哦，剩下39全是我。就一个是我大号，38个是我小号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就全是他。到时候我还得挣这钱去。那别人不会呀、啊，对吧？我要知道这个，我也能挣这钱呀。我跟他打听打听。那个高老师，别这么谄媚啊。高先生，有话就说。我想问问您，这个。树莓叶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？这树莓叶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倒霉模样啊？怎么回事？我说是这样，我无心说，你有心听，到时候你听心里去了。你想挣这钱去，是不是这意思？不是，我也想。是不是这意思？我也想吃回早点。简简单单，直来直去，我这人就是直脾气，痛痛快快
我想跟您学这树莓叶，您能教给我吗？我想挣点钱，想吃个早点，能教给我吗？多简单呀！哦，干嘛呢？这是，不喜欢这样，我就这么说就行，多新鲜呀！哎，那太好了啊，先生，我想挣点钱，吃早点，想跟您学这树莓叶，哎，您能教给我吗？不能，多痛快呀，对吧？咱就实在人呢，痛痛快快多好。您这痛痛快快不答应，那我不白费劲了吗？能啊，不是您能不能教？能不能啊？能不能？能啊。不能不能啊，要不您还是说点我能听懂的吧，你自己理会去吧。您教给我行不行？肯定能教给你。那谢谢您。你想跟我学？想学可以，没问题，但是我怎么学来的我怎么教给你啊。好，您说您是花多少钱学的，我给您学费。提前远了，我不是花钱学来的。那您是怎么学的？我是给人家当儿子学来的。当儿子学？那我要学，冲咱俩的关系，就不当了。我能让你当孙子吗？那我还得当儿子呀。对呀、那我就不跟你学了。怎么了？学一树莓叶，我给你当一辈子儿子。等会儿，再说一遍。学一树莓叶，我给你当一辈子儿子。当多长时间？一辈子。一辈子儿子。对。美死你。没死谁呀？没死你。我怎么就没死了？万大小子吃死老子，我在外头嘁哧咔嚓拼命挣钱去，你在家里噗呲哭嚓，你跟那吃。我那是拉。他在家里嘁哧咔嚓，你跟那吃，看见我，爸爸爸爸，我吃麦当劳。爸爸爸爸，我吃肯德基。爸爸爸，带我吃去。你不得吃死我呀？我是这模样吗？我就学树莓样这么一会儿，学完之后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。好，走大街上你不理我，我也不生气。好比说走在一个窄胡同里。实在错不过身去了，你问我一句，爸爸您干嘛去？我去超市。你上哪儿？我去超市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，我那什么捧哏的，哎，顺嘴搭音嘛，是不是？好，行，您去您的。哎，我去您的，我跟您好好学。嗨，这无所谓。哎，我跟您好无所谓。那我跟您学。行，可以啊。您别，我教给你，我不生气，这不生气。好，这不生气。行吗？行，我可以教给你。我跟您学。那你跟我学。交代一个故事情节。哦，那您说说。最早啊，就是在咱们中国。哦，就这树莓叶这事在咱国内长了一棵树，光有树干没有树叶啊。当时呢是两个农民师傅发现的。哦，农民。一个爸爸，一个儿子。是。是他儿子先发现的，不明白，问他爸爸。他爸爸过去研究过这个，一五一十呢给他儿子一讲就明白了。咱们俩人呢就好比是这个父子爷俩，明白，我来爸爸，剩下你挑。剩下我还没得挑了呀。行，既然你来这儿子呢，那咱们就现在开始。我就准得来这儿子了。对，那咱开始，我来爸爸，你来儿子。好，好吗？好，现在开始，咱把这个手绢拿起来。这是包一包头。怎么还得包头啊？哎，过去来说农民师傅呀，捧地呀，基本上都戴一个草帽之类的，头巾之类的。头巾。对，为什么呢？怕这个太阳太毒把脑袋给晒化了。哦，您知道吗？这得多毒的太阳啊，你万一赶上大晌午的，是不是？咱呢拿这个包一包头。包头。哎，别把脑袋给晒化了呀。好看是吧？行吧，咱们这是家门不幸吧？家门不幸像话吗？看着都怪丧气的这玩意儿。那别那么正，挪挪一挪，挪挪。哎，往边上挪。什么？好一个！行了，不好了，您节哀就完了啊。来，这个可以吗？嗯。看着还怪秀气的这个。行吗？想起刚才那扭捏了。谁把你开关开了？行，就这样就行了。对，这就行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拿这个，扛肩膀上，扛哪边？男左女右。哎，打幡来了是怎么着呀？打幡像话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呀？这好比是捧地用的锄头。哦，这是那农具。嗯，那我扛这边。哎，扛这边。扛这边。那咱开始了啊。来吧。开始了。咱守灵来了是不是？你能躲那远点吗？这太瘆人了，大晚上。不是您这干嘛呢？这是怎么不说？酝酿情绪呢。哦，还酝酿情绪。连情绪都起来了。哦，好。
今天没有事了。这什么味儿啊，这太怯了吧，这个怎么了？太怯了，太怯了，怯呀。我这味儿你也得这味儿啊。哦，我也得这样，多新鲜呀。行，今天没有事了，够切吧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没事儿，你也没事儿，那都歇着吧。歇着像话吗？你得找点事儿。我找什么事儿？我唱第一句，你得唱第二句。第二句什么词儿啊？什么词儿啊？说了半天，你不会、啊。废话，会我给你当儿子。哦，对，忘了交给你了。您还没跟我说呢。我唱第一句，你唱第二句。第二句什么词儿？前去碰碰地儿了。哦，你没事，我碰地儿去。谁让你是儿子呢？啊，行，对吗？啊，瞧我赶谁角儿。前去碰碰。别忙，打头来。哦，打头来。今天没有事儿了，前去爬爬地儿了，赖在了地头上，哼哼哦，我都怕他憋死。前去爬爬地儿溜啊，地儿溜。你们家有多少地呀、啊？嗯，您不让我唱这句吗？我唱第三句，你得唱第四句。第四句什么词儿？瞧见了树木有叶儿溜。哦，这就瞧见了。多新鲜！瞧见了树木。别忙，打头来。今天没有事儿了，前去爬爬地儿溜，赖在了地头上，哼哼哦。哦，这边倒短啊。瞧见了什么有印儿了？哎，还真不错啊。这儿几句白口。哦，有白口，跟我学啊。嗯，放下了锄啊，一锄二锄连三锄啊，趴在了地头戳下了锄啊，嗯，不用吃。不是，怎么还有个嗯啊？闪眼落在板上，这破玩意儿还有板有眼呢？这破玩意儿你还想挣钱去呢？这好玩意儿应该有板有眼啊！对呀、啊，值钱就值钱在这儿啊、哦，就是值钱了，必须得骑啊，还得骑，行吗？啊、行行行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放下了锄啊，一锄二锄连三锄啊，趴在了地头戳下了锄啊，嗯，不用锄。我还真没想到。我说拿点儿子，这玩意儿头一遍就那么齐，真不错。我说拿点儿子，哎呀，这玩意儿能值100万，好家伙，真不错呀。我说拿点儿子，到时候我挣了100万呀，我也就不说相声了。哎，我说拿点儿子，我也跟您似的坐台底下我听相声。行了行了，别美了别美了。怎么了？干嘛呢？我叫你呢。叫我怎么办？答应啊。哦，答应。对呀、啊、哎像话。哎，像话！您让各位听听，我这味儿，我说男的儿子，你这味儿，哎，让人家一听，仿佛不是亲生的，对，根本也不是亲生的。你不是亲的，你得往亲的那边靠、啊。那我应该怎么说呀？你得切着点答应。怎么答应？你这么答应，我怎么答应？哦，我得娃。哎，答应完了还不算，还得道谢道谢。怎么说？一拍胸脯，横打鼻梁，俺不是你的儿子，俺是他娘嘿嘿嘿嘿的儿子你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我得是娃，这还不算。哎，一拍胸脯，横打鼻梁，道起道起，那不是你的儿子，那是他娘嘿嘿嘿嘿的儿子。我这不贱骨头吗？你想不想吃早点呀、啊？想吃早点。对呀、啊，就按这来呀、啊，就得这么说。然后你一叫我，不就告诉你了、啊？好，男的爹呀，娃，别忙，打头来。今天没有事儿了，前去爬爬地儿了，赖在了地头上。这每回腔都不一样啊！瞧见了树木有叶儿了。放下了锄啊，一锄二锄连三锄啊，趴在了地头戳下了锄啊，嗯，不用锄。我说哪里儿子？啊，我还得答应。哇！
哪不是你的儿子，哪是他娘的嘿嘿嘿嘿的儿子呢？那还用说吗？叫我叫我叫我，那你爹呀？不，叫你爹做么呀？我叫你呀、啊，我揍你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打着我了？废话，你说我叫你干嘛呀？啊，我找你学树莓印啊。你问了吗？你问了吗？还没问过来，啪一下就打我，这没学会就打我，学会不得弄死我呀？不是，我谁？我嫩爹。过来啪一下就打我，我谁？我嫩爹。啊，是是，我知道了，知道。过来啪一下就，我谁？我嫩爹。啊，行行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。过来啪一下就打我，我谁呀、啊？您是嫩，您是我爹。对呀、啊，您这像话吗？我是打爹的像话吗？我知道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您教给我怎么说不得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您教给我，您教给我。你说奶奶爸爸？哎，等会儿，啊、刚才不是爹吗？妈，怎么改爸爸了？妈，他又吵我俩去。爸爸比爹亲。哦，比爹亲。哎，然后呢？您说那个说的没有样呢，我不就教给你了？哦，一问就行了，对不对、啊？那奶奶爸爸，妈，别忙，打头来。今天没有事儿了，家去爸爸地儿了，来在了地头上，瞧见了树没有影儿了，放下了锄啊，一锄二锄连三锄啊，趴在地头说下锄啊，嗯，不用锄。我的大儿子，又到这儿了。哇，那不是你的儿子，那咋叫嘿嘿嘿嘿的儿子呢？那还用说吗？叫我叫我啊，男的爹啊，哇啊不不，男的爸爸，哎对，哇，男是你爹的爸爸，我是你爹的爸爸，我是你爹的爷爷，不是不是，像话吗？不是，什么叫你是爹的爸爸？不是，您一气儿告诉我俩，我不是记不住吗？就说一个，说什么？那得亲爸爸。怎么就亲爸爸了？亲亲热热，我都教给你。行，那得亲爸爸。王，别忙，打头来。来，今天没有事儿了，下去把马地儿溜，来在了地头上。瞧见了树没有叶儿了，放下树，一树二树两三树，放在地头说下树，不用树。我说哪的儿子？爸，那不是你的儿子，那还有嘿的儿子呢？完了，儿子疯了，叫我呀？那你亲爸爸？哇，叫你亲爸爸做么呀？我问你，那棵树怎么没有叶呢？哪棵树啊？就这棵树啊？哪棵树啊？这棵树啊？哪棵树啊？这棵树啊？看不见哪棵树啊？那不这棵树吗？啊，就眼前这棵树啊？就这棵树啊？那傻小子呀？怎么呢？那不是电线杆子吗？电线杆子？这我不学了。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《拴娃娃》，表演者刘晓婷、张九泰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哎哎哎，谢谢，哎呀，谢谢，感谢感谢大家，谢谢，哎哎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哎，谢谢谢谢各位吧，太热情了，哎哎哎哎，谢谢，感谢各位吧，感谢大伙儿，确实各位特别的热情，过于热情，咱们哥俩来说也算是第一次来到郑州演出，头一回啊，跟我师父那时候没赶上过这个郑州助演，嗯，然后去年好像是有郑州，好像后来是因为某些情况取消了，对，今年是第一次郑州啊，给希望给大家留下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，哎。您啊，不就这个郑州这么好演吗？我就说了句话都叫了个好啊！您就尽量少抖那个破包袱啊！谢谢，感谢感谢各位吧。两位老师说了一段，刚才是这个尚小菊，哎啊，孙子昭，哎，尚小菊算省亲，对，省亲，
人家河南的嘛。啊其实我们也不算外人。对，因为我们的师傅啊就是河南。谁们谁们说，就你跟上小菊的师傅，别我们好把我扔里头了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多新鲜呀！您师傅叫什么？郭德纲。我师傅岳龙刚，都是刚，你就对不对？没听说过。都是钢有什么区别呀？有区别，我们这钢厉害。你啊，我跟尚小菊 啊是这个岳老师的弟子。对，岳老师的高徒啊。哎，别，没那么高。我说尚小菊呢，高徒。两位很辛苦吧？啊，下去休息一下，歇会儿。这场呢？把我们两个小哥俩换上台来。哎，对，走上舞台呢，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也得介绍。我叫刘晓婷啊，德云社的一个学生。谢谢。嘿，谢谢，感谢各位啊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啊，可以了啊，全国这么多地儿，第一回到了郑州，我都感觉我师父花钱了。多好啊，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啊，小演员多好，小学生学学历，没有什么知名度。怎么了？是我说错话了吗？您没见过人打嗝是怎么着？您回来，哎呦，太高兴了，太吓人了啊！你姑娘，你冷静，姑娘，这么得了，这样得了，姑娘，我争取做到这一场不让你乐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别人招谁惹谁了？啊，说实话，朋友们。就半天这姑娘乐了半天，我都不知道是哪个姑娘。关键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包袱。这是我得找这个姑娘的气口说话。介绍完我呢，介绍一下旁边这位老师。哎，介绍我啊，这是我的搭档。搭档，这位老师叫响亮的名字，真的，朋友们。我这名字多搞笑啊！你看那姑娘现在还叫你呢。哎，我在呢啊。啊，张九泰，张老师啊。谢谢大伙儿，谢谢大伙儿，谢谢大伙儿。哎，谢谢大伙儿，谢谢大伙儿，谢谢大伙儿，谢谢张老师，太捧了。他们可能把你当胡辣汤了。哎，像话吗？张九泰，张老师啊，您老师啊，啊，这个，有意思呀。怎么叫有意思？而且拿这位老师来说啊，家里边有钱，真的，没钱，真的家里边有钱。你要干嘛？我能干嘛？我跟你说啊，没钱啊。我能干嘛？你瞧不起我是不是？对对，我谁徒弟？岳云鹏徒弟，我能借你钱？嗯，提你师父更没钱，我跟你说。好家伙，我能借你钱？你家有钱没钱？不是，你要不借就还行。咱来郑州让大伙儿看，咱们俩关系不好。那无所谓。我不借。那家里条件还可以。家里有钱。有点钱。最有钱的是谁呀？谁呀？张九泰的父亲。这都挨着吗？紧着说，我们家最有钱的是谁呀？秦霄贤。这话应该连起来。最有钱是谁呀？张九泰的父亲秦霄贤。没听。真的，朋友们，拿我送礼去了是怎么着？最有钱是谁呀？张九泰的父亲啊。拿这个张九泰的父亲啊，欧阳振华来说，朋友们，这个老爷子，这位老爷子我不认识。你怎么不认识呢？废话，谁呀？你父亲欧阳振华。对，你父亲叫张欧阳振华。好，这名字写的下面那纸。朋友们，
这个郑州我不知道啊。嗯，前几十年吧，几十年打听他父亲啊，北京城张家八爷有一号，哦，大伙儿都知道。哎，北京城八爷，啊，对，他爸爸京八，朋友，真的，有一号。我爸爸是狗，还京八，京城八爷。我爸没鼻子。哎，哥八个结拜了，嗯，他爸爸排行老八，都有钱，哎，特别的有钱。你像人家那个院子大了去了，家里特别大，地儿是不小。人家那个院子，朋友们，嗯，占地960万平方公里，嘿，太大，都是我们家的。那都多大？有那么几亩地的，还有900。院子特别的大，朋友们啊，大到什么程度啊？院里边2趟高速公路，厉害吗？啊，我们家院里有2趟高速公路。哎呦，而且人他爸爸自己办 ETC， 刷给谁呀？甭管，就有钱就刷，不在乎刷。哦，你洗钱啊？哎。家里边有钱，哎，别瞎说，优酷录像。我说的是我们家，你们家也不像话。家里边有钱，你们家，朋友们，你像张老师，你带你几个粉丝出去玩好吗？好不好？怎么回回都有这？我说什么了哟？你带你几个粉丝出去玩多好，就你们围成一小圈，你站中间。哎哎，大伙儿逗得多开心！哎，我撂地去了，你又把他救活了。滚！滚滚！说吧，姑娘，差不多了啊，姑娘。这个家里边特别有钱。你看人家里边，朋友们，那个马桶咱跟人都比不了。你看咱们家里马桶啊，嗯，要不然是蹲便，对吧？要不然是坐便，马桶吗？朋友们，人家那个马桶不是，我们家那个，人家的马桶跟着，见过吗？朋友，我需要你普及一下知识了。他爸爸前面走，马桶后边跟着。我爸爸是瘫痪了，是怎么着呀？你爸爸前面走，马桶后边跟着。这怎么还跟着呀？什么时候你爸爸一撅屁股，你看马桶啪就怼上去，啊，瞬间你爸爸就方便完了。没有脱裤子这个过程。哦，我爸爸在家他一般不穿，啪就怼上去。好，朋友们，平时他爸爸走道都不敢撅屁股，腰杆倍儿直。有钱，嗯，这是有钱，这有病啊！有钱，既然他爸爸穿那些个衣服啊，都是国际的大牌子。我爸也穿衣服，那个牌子，那牌子叫什么来着？那叫阿玛尼。你妈个加尼！我是跟你聊方言呢，是怎么着呀？那问我阿玛尼。你妈搁家呢？咱说的是那个品牌叫乔治阿玛尼。乔治阿玛尼，有钱，嗯，有钱。哦，你看人家穿那个大西裤，裤子，嗯，什么牌子叫？什么呀 ？AUV， 哪有这牌子呀？大牌子 AUV， 不知道啊。你爸爸那西裤，嗯，哎，穿好了之后，啊，一拉拉锁 ，AUV， 哎呦喂，朋友们。孩子，真的，朋友，那个可能是 LV， AUV 这是伤着我父亲的。LV 有钱呀，啊，这是有钱，有钱。嗯，你包括他父亲喜欢玩什么呀？古玩玉器，有钱人都喜欢这。他父亲，朋友们，有一个扳指，扳指手上有一个扳指，足绿的，足绿的，懂什么叫足绿吗？朋友们？金知道吗？有足金，他爸爸那是足绿的，就特别绿呗。哎，你爸爸特别绿，你爸爸特别绿，扳指，他爸爸带那扳指，足绿的，要多绿有多绿。朋友们，绿到什么程度啊？嗯，
接过一盆清水来，把扳指摘下来放水里，水都绿了，这么绿啊，掉色掉，拿起来羊脂玉，哎，对，全掉了。有钱，包括他父亲喜欢玩什么呀？你干什么了？你带着你那几个粉丝出去玩去行不行？这粉丝太累了，你带跟我带都是那一波。朋友们，你包括他父亲啊，喜欢什么呀？他父亲，朋友们，喜欢什么呀？陈老师，听他说完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脸有点火辣辣的。这包快气死我！你赶紧说。朋友们，拿他父亲来说啊，他父亲啊，有一把扇子。扇子。扇骨，象牙的。哎呦。扇面，十二圆的。不是，咱有点不懂，什么叫十二圆？什么叫十二圆？啊。明朝十二位状元全在上面提过字儿，哎呦喂，特别的值钱，这得太值钱，好几百万，这都不能用价格衡量，扇的时候也得小心翼翼，这玩意儿算文物，朋友们，这都不能轻易，扇子慢慢的打开，轻着点啊，这玩意儿不能，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这倒没事儿，这扇子好啊，这不费扇子，费脑袋，有点晕，多新鲜，有钱，这是有钱吗？特别有钱，这个人呢，朋友们，有钱之后去哪儿啊？哪儿啊？去这个歌厅舞厅，歌舞厅。哎，有钱人都去这地儿。哎，他爸爸去那个歌舞厅。哦，他也好去。在这个歌舞厅啊，我感觉这声音跟我们家电视一样。滋啦滋啦的，在这个歌舞厅，朋友们认识的他的母亲。咱先等一会儿吧。你不要瞎想。我现在必须要瞎想了。你不要瞎想。我已经开始胡思乱想了。你不用乱想。我你母亲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。哦，那个舞厅啊叫富贵人家，对吧？像话吗？还有绝活呢，大家闺秀啊，有钱人家的姑娘，有您说清楚了。哎，你父亲一看你的母亲啊，俩人这叫什么呀？什么呀？王八看绿豆。你爸你妈搞对象叫王八看绿豆啊？朋友们，对了眼儿了。没听说。俩人结婚了。嗯，按理说婚后的生活很幸福很美满。对呀。其实不然。怎么了？按你爸爸来说，嗯，你爸爸呀来了，这玩意儿谁喊的算谁的。您刚才说主人公是谁？你问问，口齿不清楚，说清楚。你爸爸视频还没少刷。这个拿他父亲来说，他父亲有烦心事儿。这不是挺好的日子，有什么烦心事？结婚了，有烦心事又有钱。你琢磨琢磨啊，你爸爸没儿子。对，你琢磨，我爸爸没儿子，没儿子。哎呀，那我打哪儿来的呀？不是，张老师，你别看我呀。我才多大岁数？废话，咱俩还不像呢。您说清楚了，什么叫你爸爸有你之前没有儿子？废话，什么叫废话呀？那本来就是你爸爸，你爸爸有你之前有儿子吗？没有吧？没有啊。你是不是长子？
这算是啊，你还是一个犊子对吧？这也算是啊。朋友们，这个犊子，我跟你说，朋友们，你这个犊子，这怎么聊着聊着就骂你？你是不是一个犊子？独生子女，是不是叫犊子？独生子女说全了，你也是独子。我不是，我有哥。为什么叫二哥？我有哥。什么？那叫没想到吃亏吃这啥？叫什么？那叫什么？独生子女。对，他是一个独生的犊子，朋友们。就我爸爸也是个犊子呗，还得独生的犊子。就是，这个。就是独生子，独生子女，哎，有你之前没有儿子。对，这天你爸爸坐在了后院书房，对天长叹：“我们家还有书房呢。”哎，哎，天呀，想我张缺德。你爸爸叫缺德，我爸爸不叫欧阳震华吗？我也难为自己能记住。想我张欧阳振华，自己起的自己说啊。对，你把名字我给起的。这个是，哎呀，我终于体会到谢金的快乐了。想我欧阳振华，欧阳振华，我这一辈子修桥补路，吃斋念佛，竟是善举呀。嗯，怎么就没有孩子呢？对，哪怕来个姑娘呢？对，女孩也行。最次了，来个萨摩呀，行不行？好嘞。我们家见天盼狗啊，是怎么？但是你爸判对了呀，后来长得白一点，那就没有孩子。你家老爷子喜欢黑背，多好啊！哎，老爷子行，俩都这样。嗯，你说吧，怎么就没有孩子呢？还是老刘厉害。说到这儿，嗯，你父亲滋儿哭了。嗯，这是尿了。怎么是尿？你们家谁就哭滋儿滋儿的呀？那哭就吧嗒吧嗒的呀，吧嗒吧嗒哭了，哭了。你爸爸一哭啊，正巧朋友们，怎么了？这功夫小丫鬟有打后院书房经过，家里丫鬟，小丫鬟隔着大玻璃往里头一瞧，啊，哎呦喂，哎呦，哎呦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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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您先等一会儿，哎呦喂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丫鬟呀，我们家丫鬟这猴啊，这是？哎呦喂，这么些动作，这老员外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了？哎呀，我赶紧去后院报与安人知晓。安人，跟你母亲。不能叫夫人，不能叫太太，得叫安人。员外安人，员外安人。嗯，到后院啊，四个小丫鬟搀着你的母亲。四个人，春梅、腊梅、梅香、秋菊，四个小丫鬟搀着你母亲。干嘛要四个人啊？因为你母亲这个不太好说。怎么？因为没有这四个小丫鬟呀，嗯，你母亲都到不了前院。哦，这身子沉。因为你母亲没有腿。哦，没腿。嗯，你妈没腿。像话？什么叫没腿？有腿呀，啊！你妈有腿，有腿。他妈有一条真腿，那这边一条假腿，他妈是两条腿。没听说。一条真的。您先等一会儿，哪儿的？有一条，两条都是真腿。什么呢？两条真腿。对，还有两条假腿。对，他妈这。我妈四条腿。他妈，您先等一会儿，像话吗？那你说几条真的，几条假的？甭废话。就是我母亲，就是两条真腿，两条真腿，只有两条真腿。朋友们，没有假腿。为什么搀着？为什么呀？过去呀，这个女的缠足。对呀，脚小，小脚。哎，就你母亲那脚，嗯，才2寸8，多格局。零一尺9。哎呦，
好家伙，大脚没听说过，就二寸八。二寸八，小脚。丫鬟搀着你的母亲，来到了后院书房，看见你父亲说话了。说什么呀？我说，员外呀，每日欢天喜地，今日为何愁眉不展呢？得问清楚了。哎，安人呢？我难受啊。员外，你怎么难受啊？爱人呐，我别扭啊。怎么别扭啊？我心里不得劲儿。为什么不得劲儿啊？跟我说呀。你死去，你行了行了，像话吗？好家伙，我母亲这么高，我父亲这么矮，这俩怎么配到一块儿去的？这怎么？我问问你，问什么呀？你妈是不刚进屋？对，这不刚过来看看来吗？你妈站着呢。站着呢。对，你爸爸坐着呢，对不对？你爸爸都坐着呢，对不对？就这一刻，我都特别羡慕你的母亲，你知道吗？你我都送你们家去。你爸爸坐着呢。没听说过，这不占便宜吗？这不是？哎，接电话。你比保安都忙。安人呢？安人呢？我来问你，我把你娶进我的洞中有多少年了？妖怪，什么叫洞中啊？府，府。安人呢？我来问你，我把你娶进我的洞府之中有多少年了？这不还是妖怪吗？这跟嚷嚷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啊，就是府中，府。安人呢？接电话啊！到是不是你妈来的电话？俩人不坐一块儿的。安人呢？我来问你，我把你娶进我的府中有多少年了？聊天。你妈低头一想，琢磨琢磨，有300余年。哎呀，还是妖精。多少年？30年啊。30年了。对呀、啊，你给我生下一儿没有？没有。养下一女否？还转上文了。否。否。无儿无女，我要你何用？哎呦，坏了，朋友，就这一句话，你妈急了。能不急吗？平时家里人聊天都不敢聊这个话题，没有说这。你爸爸今儿一说，你妈急了，接当时不干了，不干，嚷嚷上了。哎呀，娘！哎呀，啊！怎么了？这是踩着他尾巴了？你怎么说你妈呢？废话，嚷嚷什么呀？公公在世，恕我不生；婆婆在世，恕我不养。我觉得你是没有能力。这都什么嗓音啊？这都是，那什么嗓音啊？这是我母亲，这是哪个公公啊？这是，公公在世，怎么了？这是，你得好好说话。好，学你母亲，公公在世，说我不生；对，婆婆在世，说我不养，不生不养是你们老张家的德行。生气了，别看在你们家没养活，对，当初在娘家做姑娘的时候没少养活。哎。什么话呀？这叫什么叫没少养猫啊，小狗啊，小宠物。你想要孩子呀，你得求神拜佛，拴娃娃，拴娃娃，拴娃娃。过去呀，这个家里没有孩子，去哪儿啊？去这个送子娘娘庙啊，拴一个泥娃娃回来，完事家里就有孩子了。对对对，迷信啊。迷信不行啊，你妈信呢。确实信。你想想，你妈为了你去过四大名山。实话。峨眉山为我，普陀山为我，五台山为我，花果山喂猴。花果山吗？花果山干嘛呢？京西的妙峰山。京西妙峰山。对呀、啊、妙峰山几月开呀？4月初。四月初。嗯，你母亲呀3月底就得化一化妆。我那么早就打扮呀、啊、为了抢烧头一炷香。太虔诚了。过去这个女的呀缠足，不经常洗脚。哦，对吧？你母亲为了烧香得把裹脚布先缠下来。哎呀，洗洗脚，漱一下，干干净净的。
好家伙，我妈木乃伊缠这么多圈啊，哎，是得灵异持久。缠来之后啊，用那个大铜锅做水，做完水之后倒铜盆里边，你妈把脚放里边洗脚，哎，洗洗脚，哎，这就不用学了，热热，你母亲俩脚，哎呦，俩脚都下去了，朋友们洗脚，一盆子泥汤，嘿，让您说的更恶心了，一盆子泥汤，洗完脚了，开始洗脸，对，等会儿，好家伙，这老太太不知道干净，先洗脸呀，再洗脚，对，然后漱口，哎，好，这都是你们家的习惯，行了，咕噜咕噜，就别，还咽了呀，太恶心了。反正甭管怎么说吧，梳洗打扮完毕之后啊，出门坐车。坐车什么车呀？大二车。大二车说现在的这些个奔马奥什么的，过去的大马车。马车，他母亲结婚那个年纪比较早，那会儿确实是，对吧？大马车，16辆大马车，哎，里边是棉垫草垫，又暖和又舒服，好东西。都听说张家人要出门烧香了，嗯，没见过呀，街坊邻居都没瞧见。他母亲长得特别的漂亮，好看，老话说得好啊，嗯，又狗狗又丢丢，什么老话，这都是长得特别的漂亮，嗯，门口围的是风不透雨不漏，哦，你母亲片刻之间出来了，稳稳当当，我学学你母亲走路啊，您还学学，哎，风摆荷叶一般，大家闺秀，学学你母亲走路有范儿，有气质啊，咱看看他学学啊，您给学学来，我妈给木乃伊了，妈蹦着出来的呀，稳稳当当吗？这稳当吗？你们家管这叫稳当啊？这个讨厌，你好好学。哎呀呀呀！我弄死你啊！你我像个人一样。没有怎么着吧？你妈稳稳当当出来了，走出来，走到马车面前，电不灵腰。上去了，我母亲还练过，蹭上去了，嘿，又打这边上去了啊，打那边掉下去了，这穿过了，连腰蹭又上去了，连腰蹭，这是你爸爸拿一火圈钻，哎，对，在家门口耍猴来了，你妈呀，窜了40分钟，一失足掉在马车里边了，失足掉到车里了，赶车的驾车员嘚驾窝河，2分钟来到了妙峰山下，厉害吗？我妈多冤呢。这要是窜着去4个来回都回来了吧，能管你妈来到了妙峰山下，这个时候你母亲要求是拜山，拜山，一步一个头磕到山上，哎呦，她那个身体受得了？对，肯定受不了 啊，小丫鬟要劝一劝，丫鬟，这个小丫鬟呀，是你母亲呀睡觉她给暖被窝这么一个关系啊，那贴身丫鬟，贴身丫鬟劝一劝你的母亲，说她两句，我说安人呐，咱就坐二人台爬山虎，老娘娘不怪，哦，哎哎哎哎哎，你们家这是丫鬟怎么了？这丫鬟还有胡子呢，这不是胡子，那这是胸毛，呼，还不如这胡子呢，你妈低头一想，坐二人台吧，哎，对，二人台来到了妙峰山上，好啊，这个时候看出你们老张家的势力来了，怎么听？哎，这么大个的山啊，就你父亲的一嗓子，哦，我要净身了啊！就你父亲的一嗓子，就回去吧。怎么回去？废了。什么叫废了呀？不是废话，这还要什么拴什么娃娃呀？再也拴不上了，这不净身了吗？都。你怎么净？净山呢？我要净山了，啊！就这一嗓子，嗯，偌大的大雄宝殿，把大门咣当一关，里边就剩你母亲一个人，就他一人，跟一个老和尚。哎，这怎么还来老和尚？对对对，你母亲说出去出去，怎么还来老和尚？出去出去，老和尚出去出去出去，嗯，小和尚进来。哎，对，来。没听说过，都轰出去，留一个敲磬，哎，让我父亲敲，让你父亲敲，嗯，
啊，你父亲敲磬，你母亲跪在地上要祷告祷告，说两句。老娘娘在上，奴家缺门德氏在下。你妈叫缺德。奴家张门某氏。奴家张门某氏在下。哎，愿老娘娘赐我一死。哎，我妈上这儿作死来了。怎么着？子。愿老娘娘赐我一肚子子。这不是难为娘娘吗？嗯，赐我一子。愿老娘娘赐我一子。为什么要赐你一子？你妈自己不会生吗？赐我一个孩子，不是收一个干儿子，这事儿不用求娘娘，她自己就办了。愿老娘娘赐我一个孩子。哎，说得真清楚。我要给您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好啊。说完这句话，你母亲跪在地上磕头。磕头。当当当。我妈捅脑袋。磕头当然当然的，你爸爸在旁边敲磬呢，别连一块儿说。这个时候开始拴娃娃，拴娃娃。你妈拿着一个红线绳揉起来开始拴娃娃。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，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，一望无际的原野你随我去游荡，我的心还是和你一样滚呐。这是拴我呀，这是套马呀。你们家拴娃娃唱这歌拴几个回去呀？拴娃娃，拴娃娃呀，拴娃娃。庙里娃娃太多了，那是有大娃娃、小娃娃、高娃娃、矮娃娃、胖娃娃、瘦娃娃，各种各样。朋友们一瞧，老娘的怀里有一个娃娃，拴这个不能拴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将来是真龙天子的命，不好养活。我以为怕套着老娘娘呢。就应该把你当马套。废话，那万一眼神不好呢？朋友们，嗖！哎，朋友们，老娘娘，地上有一个娃娃，拴地上那个不能拴哦，也不行。以后顽皮啊，这个不好。一聊那个桌围子啊，下边有三个娃娃，桌围子底有三啊，有谁呀、啊？有你，我啊，有秦霄贤，有周九良啊。朋友们，那时候我们就认识仨人。三人在那规规矩矩的看书呢，斗地主。对，我们三人跟那玩牌呢。你妈一瞧，你斗的最好。哦，是吗？哎，我是地主。拿红线绳到九太这儿，冲着脖子这么一勒，拴回家去。这是是不是拴死？拴回家去、啊。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不到一个月啊，怀胎有你了。哦，这就有我了啊！太神奇了。高处有东西不敢够啊，怕把你给撑了。哎呦。低处有东西不敢捡，怕把你给窝了。多小，有人叫不敢回头啊，怕把你给扭了。呵，你瞧，就这么说啊，你妈有个屁都不敢放。怎么呢？怕你顺着气儿跑了。我去，